林心如今年因演出悬疑台剧《华灯初上》再度创下演艺事业高峰。今年47岁，她由于平时保养有术，依然保有刚出道时的年轻美貌，完全看不出来实际年纪，令不少网友都十分羡慕。最近她在社群平台晒出两张外拍美照，超不科学逆龄脸蛋再度令网友惊呼连连。只见她脸上画着淡妆，绑着俏丽的马尾发型，身穿白色上衣和蓝色牛仔裤，手上还拿着一个冰淇淋。这身休闲打扮让原本就相当冻龄的她看起来更加年轻，网友纷纷惊呼她超美，而且好像一个少女啊。还有一个粉丝留言说，骑摩托车经过停红灯时看到她，以为是大学生在拍照，结果发现是心如姐姐，笑说第一次希望红灯永远不要变绿灯啊。